意思是说真核生物在进行转录后，转录是在细胞核进行的，转录后会进行转录后的修饰，也在细胞核中进行。那转录后的修饰有三大动作，加头加尾跟瘦身。他这题问的是加头，就是在 mRNA 的五端要加入头，也就叫做五端帽 5 prong cap。 那五端帽是什么呢？是甲基化的鸟粪嘌呤核苷酸，所以答案是 B。 这题没有理由，它就是事实。五端加头加帽子，帽子叫甲基化的鸟粪嘌呤核苷酸，所以答案是 GTP， 因为 G 就是鸟粪嘌呤， TP 是三磷酸的意思，所以这题答案当然是 B。 那不会是 A， 不会是 C， 不会是猪，更不会是 E。 E 选项是多线嘌呤尾，那是在三 prong 端的尾巴，叫做三端尾，加入加三端尾是多线嘌呤。不过这一题答案应该是 B， 甲基化的鸟粪嘌呤核苷酸。